通过这个华商会，我们更加了解了武汉，知道那个武汉未来的发展是什么路线，所以我们要把更好的技术人才、科技人才引到武汉来。好像我们武汉自从恢复以后，它的重建的这个力度啊，好像启动了非常快。我相信呢，可能在一两年以后，发展的速度啊，会比这个前两年还要往倍数增长。